好，我们今天呢是星期五，我呢今天提早下班了，所以呢我要带我爸妈去市区看一下圣诞的气氛，准备出发啊。好，拜拜。我们呢现在要先去坐火车，这个就是火车站，要先买票。这个是你的卡，发票。这个绿色的才可以进，红色的是出，然后你就滴一下，就是滴，就像我们那个是吧？出去的时候再滴一下，不跟广州地铁一样？教你怎么做。就是那里不是有个屏幕吗？看有没有你要坐的站，有那个名字呢，就你可以上。就比如说这个最后那个特别长那个呢。Flinders Street 最下面那个，对，它就是到市区，然后呢，你就一直坐到那个站下，然后刷卡出来就到市区了。墨尔本这个火车地图跟这个广州，反正就三号线一样嘛，什么这个转那个，那个转这个的。是我们现在是在哪个位置？等一下，这里先拍了再说。我们现在是这个位置是吧？拍了再说。那个蓝色的就是我们这个站的名字，就是 Boss Hill， 叫博士山。右上角6:09就是车会到，然后旁边不是还有一个数字什么二什么，就是说还有两分钟会到，就是说，然后下面不是还有两行吗？就是下一班车是下两班车会是什么，然后是几点到，然后右边就是有一个数字的话，它就是显示说。还有几分钟下一班车来，它中间不是分成两栋吗？就是都是我们要去的站，只是它那个先走左边那些，然后再到右边那些，就是这一条线这样。那它不是一页排不下吗？上面一杠杠就是表示说它那些都跳过，就是这个是快车。上车的时候摁它那个亮了，你要摁那个，然后射进去。摁一下。尽头就是市区。往这个方向，往那个方向，单车都有，可以啊。下一个站准备。在澳洲坐这个要站在左边，如果你不着急的话。然后人家要是超过的话，就从右边这样。那广州现在也有，但是我们是习惯是站着。这个就是市中心嘛，标志性建筑了，墨尔本的。那个钟就是到正点的时候会有鸟出来唱歌。繁华，啊，什么人都有，千姿百态。啊，走到那个对面就是州立图书馆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？州立图书馆。哇，那么多人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QV， 现在又多了一个人。准备吃饭，然后去看灯，但是现在先排队拍照。Before folder. Is it right? 还说不辣，喝你绿道。
正的，对，够辣，那辣椒是真的，太辣椒，真的，那个假辣椒呢？这个不是二荆条，不是，it's still spicy, sticky rice. Oh, I gotta introduce my favorite dishes in this restaurant. 可以当面。It's really hard to find it in Australia, not much place to have it. That's one of two places that I know in Melbourne that you can find it in the restaurant. It's good, right? It's so crunchy. What is it? What is it? I don't know.好、哦、什么味道哦哈你这样我们现在去州立图书馆看圣诞投影Do you pre-study? No. This is where you do a little... So, this is... That's no pre-study. Okay. Oh, so many fruit! Not even holding the truth. He's actually glued by his stomach. 我们现在终于快排进来了，一年一度的 Maya 圣诞橱窗商场，它每一年都会有这个主题的橱窗，然后大家都是圣诞才有的，然后大家就会来排队来看，这样每年都会不一样的，就是一个传统这样子吧。现在终于快要排到了，我们排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要到了。The fridge. Ha ha ha!